是怎么的？对啊，抽的没有特吗？别叫啊，真的应该是抽的吗？一般的吧，一般的，特别然后没有那一只。看，50抽要1300呢、欸，等技能，而且还不一定抽得到啊。对啊，你可以等冬季的时候。冬季又有什么啦？箱子比较便宜吗？好像有额外送箱吧，好像我每次都有送一个，不是吗？一个活动送一个，我都有上来开啊。对啊，我上次有开到劳工的那个面的 skin。王姐，他是50抽还是25抽抽到梅糖线？啊？延长线？那个梅糖仙子，慈悲的道。什么啊？长怎样啊？你可以叫他玩给你。再看，我再看，不用，不需要。他选的是用，就不能换了。你说美糖哦？糖梅仙子啊，糖梅仙子才蛮好看的。听他说也想抽，可他抽不到，所以就直接用氪的了。我觉得恶魔的把他胸部压得好小、哦，看明明胸部那么大，然后恶魔胸部这么小。现在抵达伊利欧斯，是快速对战哦。对啊，还是你想玩那个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我问一下而已。没有啊，我只是问一下。啊，对，玩仓鼠是不是要买他那个跳舞的造型？一定要买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不用吧？那个跳舞造型很可爱。嗯。啊，小鱼欸。不见了，感觉睡着了。他说他去吃饭，然后就失踪了。他有在聊天室说吃饭而已啊，就没看到人、啊。我觉得他睡着的可能性蛮高的。就在上面了。高，没差。因为我想弹，可是那个高度弹不到。对。哎呦！报告，我爆屏。哎、欸，来不及补。我等一下。有人爆屏，有人断线。睡着了。喂、欸。来不及去、啊，对不起。来我这里集合，看我会合。系统启动完毕。来我这里。飞不到，飞不到。那个练习都不理。好、哦，艾琳，其实你站在上面就好。嗯。不是我的。为什么？我都怎么进来的？他就是左进来找你。对不起，我喊太慢了。仓鼠太白目了吧，那么好玩啊！我死了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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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要死，要死！哎、欸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扣脸，
里面上面很多人哦，二楼。要死了要死了 ，Oh my god！ 刚来不及看到那个。谢谢。就算你来得及，你离他太近你也打不赢他。他那个近距离一枪伤害很高，我知道。不是啊，他闪光弹你就不会动，你就不会动啊。哎、太痛了！艾琳白，哇！那好像有砸中了呢，我刷是有砸中你的一罐呢、啊，一罐还有砸中你。有啊，砸到啊，那是有啊，麦卡利从后面到啊。对不起，我又把他打起来了，我哭了啦。边滚下去，还是按错了，算了。哎，后面那个、啊、麦卡利，你们日需要开大开去哪了？麦卡利走右边上面哦，二楼。我的布置去了，布置死掉了，还可以要补啊，救命的！哦，钢铁娃好玩哦，真好玩哦。艾莉，你刚才不应该靠近我们的安娜。对，我刚刚突然想到不对了，因为他一炸的话，就是你们两个一起死。两个不知道分开了，对。啊，来不及。啊怪是怪在听他断掉，而且不是啊，你们那两你们刚那两个捕尸，我在我在我们在那边，结果我快点往失望冲过来就走。因为艾琳，嗯，一次被麦卡利抓掉，然后一次被炸弹鼠炸死。基本上你们看到的话，要么小江掏出来把那个射爆，要么就是一罐砸爆，不然基本上不用跑了。我是看到两个不是，我就知道死定了，因为他们那个炸弹一定会回炸两个。仓鼠可以从左边荡过去，直接荡到那个点那边。不过，嗯，荡好一点。安娜加油！我赶上了，我赶上了。他睡蛮多人，哎、欸，很会睡，对。我死在这里。不行啊！为什么？等下，不对啊，他有被补到吗？让我看一下。他刚刚一直沉默，一直进了五个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为什么。有露西了，没有？我想说，我打他爆头一枪，你要整体一枪那种。哇，可惜！哎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把莱因哈特撞走了。没意义。不是啊，那边找不到墙壁撞啊。你可以到左边荡啊。仓鼠空转。我，他怕你死吧？怎么了？强化九口不好吗？他是不是丢错人啊？你谁叫你那么这么好？主要安娜自己，安娜怎么自己下去的？我是两个都没错啊，只是没有，因为他好像刚刚射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刚好被我子弹挡下来，然后刚好是跳起来射，他就丢。哎、欸，那你发就好。那边好多人，露西又滑过来了。露西又滑过来了，后面垂直线去。哎，就靠右边，自己小心点。大家可以告诉我你在干嘛？
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几点了？没有。我在外面逛街。还是外面进来了。他，这一局。等很久。对，我在想他怎么回来。一直走开到吗？有有有有。哎呀，吴军，你要不要？哦，有有有，丢到了。陆修来了，哎呀。嗯，不需要看。哎呦，差一点。按到了，白痴哦。那就没关系，可以。很浪费啊。谁在破二楼？二楼有人哦。二楼有人，不用管啊。点里面有没有人才重点。他。你又回来这个脚，你说我？对、啊，这脚很好用啊！我昨天走没有发现。那爆喽，400、250。哇塞，他用我！哎呀，我都爆了！那只猪。我还等着想说有你的盾，我就想要去射他，结果你盾走了。我被猪推走了。不行啊，他枪怎么那么痛啊？还是射速太快。射速太快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出来啊！我们就走，我就在二楼了，不怕。我不知道他找到了。你又爆了。我帮那安娜挡刀枪了，是不是？坐下来，我要给你。不是，重点是刚刚你又见他，他现在又见你。他又下去了。谁啊？不是安娜。安娜。听到声音。他每次都睡完人了，继续跳下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是没注意后面啊。我觉得我那个大开的很棒，不知道你们怎么讲。嗯，我觉得这三户很容易跳下去。你很失控。雪球不要失控。你说冷静点，你怎么不说大大、啊？大大在呢，大大你也冷静点。我在看他画面，我不看了。他太失控了。为什么要看我画面呢？我今天整度现在是有好一点点，可是还是没很准。没有这种时候，就是要说手太冰。你比较温暖了吗？现在阿球他们也有球。有球残呢，戴老师。他们换死神呢，右边。是不是？一个夺命，一个死神。啊？为什么很夺命？对面麦卡利跟谁啊？炸弹鼠都换了。对啊。很气呢。爆大头。也是可以。真的有夺命？我就去后面闹。哦，对，夺命在左上。强化，他怎么觉得在你被强化的时候打了死你？什么？那球被套球了，上面球在阿妈那边。我上来了。我打一枪看到他踩。那球球一直在绕后，所以欧瑞莎要注意后面点。嗯，那我换那个。他在等那个，他在等补包。他出去了，去你们那了。
这口怎么上去了？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。不用炸的、啊。等一下。他被抢过来，这是夺命被抢过啊？对啊，他死掉了。我被撞到了。哎、欸，他怒换法拉、欸，不行，对不起，哎呀，你不能早点让那只炸弹鼠站住吗？好痛！哎、欸，他们出法拉哦。对啊，他完蛋了，他没有炸死就换法拉，怎么这样？我看到你的右肩全部都在那个盾上，对，完蛋了，一趴八三趴，那应该先不换。啊，扎利亚差一点点。哎哎，大大离我远点。他在我脸上了，爆掉了。你的右肩呢？我们就靠这个右肩来逼啊！不是啦，不是说你啦。啊，我空大，对不起。我在说大大、啊，不行啊，我怕他有一个那个护盾出来，所以我不敢右键。法拉死了。人家为什么是九口大的？生气气啊？不知道啊，他为什么要生气气？又强化我，又睡我。哎、欸，后面钢球。我低等啊，我低等啊。菜篮鼠剩一点点血了，光子弹都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外面有人叫我爸，可我爸不在家。不用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好在你爸不在家，不是吗？不理他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跟你爸，看他说你爸不在。可以说了，可以说了，可以说了。对啊，应该是有人叫我爸吧？结果只是类似名字。茶泡饭，你要离开了吗？那个三杀，茶泡饭不离开，你没机会。茶泡饭，快走、哦！他好像看没人应就走了。他玩连胜了、啊，他玩连战了、啊，所以说他不离开了。哎、欸，阿姨好。这还有经验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来看看，他在跑。是啊，左右动了，救我！有经验吗？不，他在早一点离开嘛。应该是杰森那边就要离开了，应该不是那个 Highline 那边就要离开了。请问，嗯，你们想要玩？我没操、啊，我没操、啊，能让我开到兔子都玩啊！如果你说要玩游乐场的话，我是建议多排的时候不要。我知道那是妖魔鬼怪啊！我上次玩的玩你们关在里面，知道啊？哦，对，有那个很可怕，是可以试试看换的账号了。那个阿奈兹要我。他是不会自补，我还要补别人。没有，他是丢前排的、啊，因为他丢前排比较好。我都会到，他丢到丢在我身上，我都会到你们旁边，然后丢一个一。他很准的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准哎、欸，对、啊，他是准没错，可是他一直叫我补他，可是你们前面比较长，我想说他能自补。那就大家先不没有他一个人都把一刀丢给我们。嗯啊，他一都在哪里打别人？像他刚刚就是把一丢给我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可以打了。但是前面坦比较惨，所以我就想说把球先丢给坦、哦。
其实你可以补他，你可以补他，让他补碳，好像也可以。如果碳死掉，你就坏他，安娜，就给他做事啊。然后到最后，他就说和尚都不做事。没有啊，他那个和尚应该是问你说为什么要靠近他。那时候打的吗？哎、欸，那时候你有在玩慈悲哈？对啊，那时候我玩慈悲、啊，和尚是我第二场才换。嗯、啊。收到兵啊！你们的肚子要让我摸一下。嗯。你可以摸自己的肚子，太好了。欸、真的，刚刚胡椒汁撒在一块的猪血糕上面，血压都不大。看来他就是那种装好之后，然后往里面撒，对，然后就撒在最上面，然后也没有再摇一次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在后面一直滚滚滚，然后别人还打不到。仓鼠只怕麦卡莉消灭，还有害。对，害最麻烦。落地的一瞬间，害影害他就不能滚了。拳王好像也算怕，可是又还好。小美还好，那他来得及把他打掉的话，其实还。拳王还好，小美也还好。害影的。那小美有枪毙啊？可是球没有那个啊，他不怕被冰啊，比较不怕啦。啊，死神也怕啦。可是要跑命的话，欸、上面有球鞋，死神追不到他、啊。对，追不到，完全追不到，追不到。我会不会太亮？你好亮，我也觉得我好亮。而且，这个慈悲这个造型和那个眼妆是烟熏妆。哎、欸，等那个，他眼睛周围是黑黑的烟熏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有这一件呢、欸。跟对面说打的。这个是那个明星赛。哎、欸，不要、啊。打那个发光的啊。嗯。哎呀，忘记不能跳这边是往上。哎、欸，快搞定吧。嘿。就跑了。卡一下。不能回避。哎、欸，我爆头哎、欸！这就靠你们坏的话难破。那不要靠班主或新美塔这样吸爆了。我按到，不要理我。好、哎呦，被盾挡下来了。艾琳补坦的话，你先丢个一，再补他，会比较快。没有，刚刚没想到，我就直接用射了。一秒。我可以、啊。不是。嗯我刚刚看了一下 tab 谁有大，所以想说我要开大给谁，然后就看到了 Tina 有大，给他吧，去后面，大大冲过去了，没有就过去吧。这盾是怎么回事？就，要进来了，你进来了，哎、欸，看到。为什么没听到他大招式？
很难走。我是完全没看到他在。你不是在打教主吗？你为什么要回头？我死啦、啊！喵喵喵喵！然后玄师比较好打法，以现在所将来讲怎样都知道。我现在的大，除了给吴缺，再来就只能给鲍勃了。鲍勃才跟不是啊，鲍勃才刚来，他才刚来啊！大家就如果有鲍勃的话，我只能给吴缺或鲍勃啦。你可以保人啊，你不一定要。不要拉我！后面那只仓鼠我打不到你。你们站到那边去，我都补很难补哦，我还要绕哦。系统启动完毕。有盾吗？还是盾一下就爆了？我进来了。还有。我进来了，放大了。好屌！救到！等等，那时候来个炸弹鼠直接开大，就是没，就他里面就没人了。不是啊，他们完全他们不想过来。你就拿石碑，石碑。打石碑，打石碑。我可以跟你讲啊，法拉跟元氏都被我引去前面的小门间了。哎呦，之前我被卡门了，卡到门。没关系，我们占了两格。我有打了，老师不知道我一个打法啦，我不能，不好意思哦，不能。谢谢。啊，那个盾。我看你那个塔能放到哪吧。走吧。放那个盾。啊，放完。啊，我的妈！交给你们了，上博。你死神吗？啊！干！有到了，站到了，有了。用我的死亡站到底，好难过。没有，因为你要抢先看，那只是确保说你比较容易收到通知，因为我自己看其他人台也是不一定马上收到通知啊。手机是会马上啦，电脑就。电脑我也是随时有、欸。现在有，你不要把那个就瞬间升高了。你要走旁边吗？鲍勃是不是顶我？来。正义哦，不行，正义又打到我了，我又被正义打了。这个里面的断捕，没事，人是被复活了。啊，看来来不及。哎，你有大吗？快要，他刚才不在这里，这里。啾先不要去前面，啾就你一个人。要死的时候，啾哥这边往后，我这边在雕像那边拉回来一个传送门，好像好像没办法游到哪。我在那头出生点那边立了，上面有个铃铛啊。我上次是把那个打开，他才有通知。有了，我有大了。这直播通知好像要再按一次，他才会。要给你吗？先往前再说吧，或者给掉水可以。我忘记开门。好，我反正我给到水，你们冲上去前我给到水就飞了。不然我先破盾。好。法拉在后面啊。教主开大了。哦，不是法拉，那个是。知道了。人是。蓝银刚被碎了，蓝银残。那法拉要。就看你的烧界塔往上一点，那个放在那个雕像上面。哇，正义直接朝着我开啊，有病啊！怎样？就是